一般人在做装潢规划时，喜欢贴壁纸来增添变化。有业者特别引进英国进口原料制作的壁纸，具有最高的防火等级，且抗潮耐磨，不但可以直接刷洗，绿建筑材质特有的排水功能，适合用在浴厕里。英国本身跟我们一样都是海岛型国家，然后你大家都知道很爱下雨，所以他们的湿气也很重。但是在欧洲、英国啊，他们也是很常把壁纸直接使用在浴室，但是在台湾，真的大家就会说啊，会潮湿啊，会发霉什么。这家位在镜像内六平大小的空间里，昏黄灯光、跳色墙面，加上多组外形现代感的家具，窝在沙发上看书、喝咖啡，相当惬意。32岁的新创业者张伟纯帮客户配置各式家具、家饰、建材与艺术品，提供一站式采购页面，让设计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居家装潢的其他细节。我们希望把就是国外好的家具或是灯饰，甚至建材，去帮他们去做一个选货的概念，然后整合进来台湾，让我们的客户不会一直使用到台湾本身市面上就是已经用了十几二十年的产品。张伟纯发挥所学，将艺术课程与行销、商务管理充分结合，希望为艺术家们开创平台，把艺术精品与市场串接在一起，让民众能轻松接近精品家具和艺术创作，为生活增加更多乐趣。记者尤祥婷、顾灿勇采访报道。